小鹏，这是鱼身上最有营养的地方，肉特别嫩，特别好吃，你尝尝。我自己来吧。不，张嘴，我喂你。张嘴，张嘴。好吃吗？吐给我，吐给我，吐给我！你干嘛？给我！许个愿。许什么愿？你就许一个你特别想达成的愿望，许个愿。好了，许好了。好，我把鱼骨头泡三次，如果有一次它能立起来的话，就说明你的愿望可以梦想成真。来，来，我们一起泡。立起来了，这说明你的愿望可以成真了。你告诉我，你许了什么愿？你的愿望跟我有没有关？我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，也希望这一切能早一些过去。我就知道你的愿望一定跟我有关。这是奖励你的，你也吃吧。啊！你臭娘们，你是你自己不检点，你还要公事搁这偷汉子，你我饶不了你，我去。金凤啊，臭娘们，多让人找不着你啊！太不像话了！哎哎哎呦哎呦，干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放手！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啊！你咋找到这儿来了呢？谁告你的？你甭管那些，我问你，你这妈怎么当的？啊？怎么当的妈？那公子搞破鞋，你就不管你？哎呀，想打我是吧？反了你！跟你办见识，陈大超，你见不得闺女好啊你！你又跑这犯啥浑来了呀？我怎么见不得姑娘好啊？这姑娘好好的，这没什么病，你就整这儿了？你还我就不明白，这老王八家有什么好的？你把自己添进去就算了，还把妮儿给拽进去？你快扒开你那狗眼看看，这是医院，闺女没病，我带她干啥来了？这你拉倒吧你！你那是骗别人行。骗得了我呀？我告诉你啊，那小王八和那小丫头人家是一对儿。你说你先把我唱什么样了，杨宁啊？你知道啥呀？闺女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我要不帮她，她这辈子就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让你这当第三者，那是帮她呀？啊？那是帮她呀？谁是第三者呀？黄家强给你多少钱呢？你替他说话。我是怕闺女掉火坑里，一辈子出不来。我爱听你说话，怎么的？加强的就是火坑是吧？那小王八那就是福窝呀，啊？不是小王八家有多少钱让你这么惦记？我不稀罕钱，我就为闺女好。你给我走，闺女事儿用不着你管，你走。什么我就走啊？我是他爹，我怎么不能管？你没有资格。我怎么没资格呀？啊？
我还亲爹，我怎么没辙啊？那咱俩生的，我怎么没辙啊？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别动手，你走，你走，不走我跟你不客气。你走，我怕不客气，还能我怎么去？来来，我看你怎么不客气，你整死我，来，你打死我，来，整我，来来，你我不敢，你我不敢，哎呀，你我不敢，哎、我不敢。哎，别动手，哎，我走，我走行吗？我不跟你办现实，帽、哎、还我来。咱现在是城里人，不跟你办见识。别打人！你别拦着，别拦着，姑娘，我教训那勾引我女儿小王八蛋！你别拦着。什么话？你说呀！我对他做什么了？我？你还对他做什么了？你？你给没给我女儿献花？给没给他唱新歌？让没让他喂你饭吃？还你做什么了？我都亲眼看见了，我都。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你误会了，我能帮到他治病了。你帮他治？你是大夫，你帮他治病？你就借机会占我女儿便宜？你明着跟他搞对象，实际勾引女儿，道德败坏你！我跟你说，要不是金凤拦着，我早进屋了，打扁你！我是这样吗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！我胡说八道？好好好好，我这么大岁数，我胡说！来，我给你们看下证据，我得看看，我这照片为证，我能撒谎吗？看看吧，这是不是证据？我胡说。看见了吧？你看看吧，看清没有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小王八蛋，怎么不说话了你？陈大鹏，你太卑鄙了你！我帮你女儿，你就这么诬陷我？王八蛋！大叔，大叔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事情我来处理，你先消消气。好好好，姑娘，我给你面子，我不理他啊。不过你告诉那个小王八蛋，让他离我们家妮儿远点，再黏黏糊糊的，我招不了他我。姑娘，你说你人挺好的，你看老护着他，离他远点儿，坏透了他，全家人都是王八蛋，你等着行吗？纪飞，我这么做真是为他治病。彩玲现在很脆弱，经不起刺激，不能再伤他了。我受刺激，我受伤害，谁来管？他现在不健康，你何必跟他计较呢？不是我计较，我知道你对他一直都很内疚。你觉得他所有的生活状态跟你有关系，你一直都想弥补。他离不开你，他没有退路，你是唯一能拯救他的人，是这样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你大度点行不行？不是我不够大度，我需要冷静。